佛说一大藏经，无非讲因果二字，详细分析起来就无穷无尽。迎石比丘宁自啖参肉，终不杂用三宝之物，做衣钵饮食。我以前化缘，随人欢喜不失，除多补少，颠颠倒倒的用。今在此妄作妄为，建法堂，起茅棚，修厕所、牛栏等等，所用的钱从何处来呢？我守法令，不敢剥削，不写信号召化缘，做什么功德？除住铁瓦，有人带化过缘，也没有化够，他们监工的拿去旁的地方用，我也不准，怕遭报应。窑上烧砖为修大殿用的，若拿去做别处用，也怕招因果。经上说，上物下用，报应重，下物上用，报应轻。如塑佛像的用去做殿宇，做殿宇的用去做僧寮，这就是上物下用，相反的就是下物上用。上下之分要认真，年轻人修不修放在一边，因果要紧。虚云老和尚开始。